是会使啊。看是谁讲袂使。好啊，所以是恁妹妹讲袂使，还是恁后生讲袂使？反正就是一次。反正而且，所以你就是现在选择相信你儿子只有一次。就是一次。所以你还是选择相信你儿子说只有一次。你说是不是就好？ 我跟你说，两个我都相信。重点是你妹妹就是说两次，那你现在一直跟我讲说就是只有一次，那所以就是你选择相信你儿子说的只有一次。你是不是只有说他一次含他的那个小鸡鸡？嗯。是或不是啊？是啊。所以你是选择相信你儿子说的只有一次，那你把这叫妹妹把事情经过再讲一次。好啊。妹妹，你来，你哥哥怎么做的？小鸡鸡，然后他就没有，他就给我吃两次，然后门关起来的时候锁起来，然后被阿妈发现，然后哥哥就给我吃两口鸡鸡。啊，有没有？两口鸡鸡是同一次。对，同不天。不同天还是同一天？不同天。不同天还是同一天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让他？你可不可以让他讲话？是不同天还是同一天？同一天。哪什么？讲清楚。同一天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跟警察讲说不同天？到底同不同天？同天。啊，所以你就这样子，然后就算了吗？没有说什么算了啊。不然你现在，你可以跟我讲的是，现在要你到底要什么？我现在就是要妹妹的监护权啊，所以你看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要妹妹的监护权。我没有说来说去，是因为事情影响嘛，一个小孩子好好的去到你那里，然后变成这样。他们只是在玩。什么叫做只是在玩？如果好啊，讲到歹听，今仔我爸妈讲过，我妈妈讲过啊，恁两个兄妹在遐耍，你敢叫你，你敢叫你妹妹甲你干你的小鸡鸡？你敢算到无通啊算，然后叫伊讲会来哦、喔，你口烫一半，然后讲来妹妹啊，你来搞我小鸡鸡，你会这样对你妹吗？女性在这个时期，当然是会有模仿的。所以她是模仿谁？就是看那个影片的。她看影片，你那么小，让她看 A 片？我跟你讲，是不是让她看影片？是她那用手机，那会随便连接到的。你爹就没做喊没吗？有什么喊吗？这本来就是啊。他用手机随便连接到的，然后你就让他在那边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就对他自己的妹妹做这件事情。什么叫做看完就是对自己的妹妹做那件事情？当然是看完会有一段时间啊。哎，看完一段时间，然后就选。哎，对。嘿，然后呢？我跟你讲。然后我问你啊，然后这个囡仔，不然你这个年龄。会不会吗？不会啊，谁会？谁说不会？一定也是会。啊，不，你底下的年龄，你敢跟你妹妹吃过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不会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你那个年龄，你也跟你妹吃过吗？当然没有啊。啊，对啊，那你为什么不会？因为那时候没手机。啊，对啊。哎，啊，重点是先让赖子云嘛，你看伊嘛，你看手机啊，先让阮都袂好看到嘿。我哥安那好一看，伊嘛袂去看到嘿。现在你第好去看到嘿？当他自己拿手机来玩的时候，谁会知道他会看到什么？那就是大人在旁边没有在看呐、啊。没有人没有大人在旁边呢、啊。所以他这叫就是你们都没有在管他，你们都没有人在管他。你跟我讲啊。我为什么不会？他拿我的手机，我为什么不知道？他甚至拿他自己的那只手机的时候，他都会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我可以看手机吗？”他拿去看了，然后呢？他也只是看巧虎而已啊。年龄有差。所以我年龄差，他细汉就是较衰的对啊。什么叫做年龄较细汉就较衰？伊嘛是我的祖囝，是要讲几届啦？什么叫做隐瞒历史？拍什么啦？我无甲你拍，我只是甲你讲尔。